正到飞啊！好味啊！冷静啊！平平淡淡日日亦都过，想花心思于每一餐。即使意兴阑珊也罢，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。无谓日日夜夜感叹，许多爱上暂时忘了吧。偏偏也有甜酸苦辣，如日有你探下我，我会看到最美的星吻。谁愿欲壁令人动心，妈妈妈妈咪呀，勾起一些感觉，妈妈咪呀，甜甜蜜蜜在乎内心，试过试过这美美，整整一生都会牵挂。平平淡淡亦唔系差，妈妈妈妈咪呀，只需将心倾注，妈妈咪呀，能用食物燃亮内心，暖暖那份爱，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离。好啦，记得煮埋我饭啦。老婆，今晚有咩汤饮啊？哇，乜咁啱噶？一齐饮茶啦。唔该，一碟咖喱炒饭咧，诶，加妈润肠添，加多三块餐肉。现在天皇集团收购了我们的餐厅，他们说只要你在厨神挑战赛里打败乔布高的话，他就会放弃收购美味园。这种特效药可以刺激你的味觉神经，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令你的味觉完全的恢复。谢谢你王医生。不用客气。谢谢。出去给钱。好，谢谢。小丁总吧。老胡，办妥了。我今天出来的原因是希望你清楚，我参加比赛的目的只是为了美味园，没有其他的原因。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总之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嘿嘿，喂，你怎么搞的？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请你留意，这一滴汗很明显是偏向左边的，当然是站在左边的我先看到了。你先看到又怎么样？凭我和师兄的关系，这滴汗当然应该我来替他擦。不过听说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，这滴汗你别碰。我能碰？我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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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擦。师傅，还有小静在你身边。我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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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擦。谢谢小弟。你把师兄的汗擦了。这是做徒弟分内的事啊。师父，我和晶晶真的没什么。我不是瞎子，我是清白的啊。师兄，晶晶，伯康，师兄，天为吉，我一定要亲手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伯康，师兄，晶晶，出身大赛见。晶晶，伯康，晶晶，师兄，放手啊！你们好烦呐。伯康，女人就会坏事，千万别碰。晶晶。师傅，喂，小丁，叫你师傅打起精神。你们稳赢啊？稳赢的。说什么？什么？是吧？是吧？师傅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在出赛之前，鼓励鼓励我行不行？没问题。干什么？够不够，师兄？不够，再来一下。精神是为之一振呢。你们让开。
皇烛。嗯，师父，快点吃药，以最佳的姿态出赛。女儿，妈妈，素素，飞一全知道了。妈妈，我真的不想看着美味园就这么完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美味园。我跟他那笔账，慢慢的再跟他算。嗯，我们先坐下吧。嗯，坐坐。你让开，我来当师兄的助手。听说我是美食掌门人，应该我来侍卫。去，你们快去坐好，不然的话后果自负。去。哼，能吃别浪费。是限时一个钟头，材料自选，烹饪方法自选，只要把菜式表达出酸甜苦辣四种味道，因为这四种味道它代表了人类的喜怒哀乐，是食品的最高境界。时间到了，开始。做的是西梅酿牛仔柳。我做的是柠檬焗魔鬼鱼翼。魔鬼鱼最好吃，就是鱼翼这部分。辣，是辟厨意上腥味最佳的配料。吃了薄荷叶，否则他这辈子都要受我的控制。喂，干什么？跟你很熟啊，靠什么靠？走开！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啊？国哥，田师傅，他们在比赛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在争夺厨神呢、啊？是吗？国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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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哥加油！我支持你，师兄努力，师兄努力，国哥加油，国哥加油。酿在牛仔柳里边的西梅带有甜味，红萝卜酿在苦瓜里的目的就是将甘苦两种味道融为一体。利用酸乳酪和苦杏仁，除了可以减低牛肉的油腻的感觉，
还可以把牛仔肉本身的鲜味引发出来。最后，就是用柠檬汁，把鱼翼的味道提升到至高的境界。时间到。请试一试我这道柠檬汁煎魔鬼鱼。哎呀，好香啊！香啊！是啊。好吃。太好吃了，实在的确太好吃了。这道魔鬼鱼把柠檬的酸味、蔬菜的甜味、黑橄榄的苦味以及红椒粉的辣味四种不同的味道完全发挥出来了，可是同时又水乳交融，浑然一体，真的就像是魔鬼一样，充满诱惑，引人入胜啊。我这一道是西梅酿牛仔柳，又香又香啊！西梅的甜，酸瓜的酸，还有一些切碎的杏仁的苦涩的味道。这个味道的确是很特别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酱汁把辣味完全都调出来了，一定是香料放的太多了。这道菜好，这道菜一定。你婉莹啊，你没看到吗？田师傅垂头丧气的，还说没输。虽然是超水准之作，但是符合酸甜苦辣这四种味道，似乎是乔伯高更胜一筹。也就是说，乔伯高是新一代的厨神。哇！电视，吃饱吧，吃饱吧。输啊！是啊，田师傅，你为什么会输呢？有什么苦衷，你说出来吗？算了，他没必要为我们赢这场比赛，我们也没权利责怪他输了这场比赛。走吧，田未及，你骗我，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你。师兄啊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师父，刚才你不是叫我帮你试位吗？难道你……对，我又失去味觉了。我又失去味觉了。主人，主人，主人。这么多人呢、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这么多人！喂，小静，小静啊，现在怎么办？不要怕，我保护你们下车。主人，主人！哎，各位各位，让让让让，让让啊，让让，让让让让。哎，不要挤过来啊，不要挤过来。哎，哎，退后一点，退后一点。挤过来，站长、啊！啊，外面人很多啊！是啊，金星呢？金特人呢？啊，师傅，冷静一点，不要出去啊！外边那些人群情汹涌，如果你再出去，会被他们吃了，回不来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出去一下，我要去找金星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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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金星，你怎么样？我这想杀猪出去救你，你没什么吧？啊，我看到外面有辆旅游车载着一大群出民，我看如果我们不从后门逃啊，恐怕很难杀猪成围了。啊，师傅，你已经出名了。我出名了啊！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各位观众，新一代厨神乔波高，年轻有为，你看他那个不死的金身，抱着一个慈善的心，他运用火运用的恰到好处，他煮的东西哦，震动人心呐！我可以肯定一点，乔波高，无论3岁到80，男还是女，老还是少，都封他为。偶像中的偶像，哎，偶像店和这些东西啊，应该还值点钱呢、啊哎。老板，为什么要顶着这个店和东西啊？是师傅刚赢了厨神的头衔，正想给你们开个庆祝会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是啊，你不玩很吃亏的。是啊，老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长痛不如短痛啊。我现在离开，总比以后博高离开我们好。你说什么？哎，蛟龙怎么会游浅水，猛虎怎么会落平阳啊？啊，博高啊，你现在是新一代的厨神，一定是前途无量的。球踢得好的呢会转会，戏演得好的会跳槽，你怎么会甘心留在这里不换厨房呢？师傅，这次宝叔说的有道理啊。老板，你以为我乔博高是那种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人吗？我赢了厨神那又怎么样？只要皇室玫瑰不关门，我乔不高一定在这儿做大厨。哇，真是酷毙了！好笨呐、啊！于有宝先生，我代表天皇影视集团来收购皇室玫瑰。哎，恐怕谈不拢了，因为有厨神帮我们，我们也许还能维持。这里是一成定金，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把余款全部付清的。啊！我看你这次是白跑了。这个世界不是什么都用金钱可以买到的，我和皇室玫瑰会共同进退，不离不弃。我看你还是回去跟你的胡先生交代一下，老板啊！哇啊！这么多钱，腿瘸了都不用愁了。什么腿瘸呀？手也残废了都行啊！刚才你不是跟他说？哎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哎，不为我设想，也要为你自己着想啊。说得对呀，潜水怎么能可以游蛟龙呢？博高啊，你已经游出大海了，不用为我们两老担心了啊！哎，我们早就想回法国过过退休的日子了，现在有了这么多钱，正合公益啊！不要再说了，好吗？好吗？哎，哇，好一对见利忘义的见鸳鸯！呸！乔博高，有天皇集团支持你，你一定会成为新一代厨神的天皇。这里就是我们天皇饮食集团旗下的餐厅和酒楼，总数是88家，加上在赤柱收购的11家餐厅，总数超过了100间。那又怎么样？那些全部只有躯壳，没有灵魂。师傅，他说什么？我不太明白。是啊，胡先生，什么躯壳，什么灵魂，我不明白。我指的灵魂，就是你。只要你做了我们公司的顾问总厨，你就会是这100多家餐厅的灵魂。100多家餐厅，师傅，
每家拿一点薪水就发财了。所以你要我参加厨神大赛，去迎击一山。你别管什么原因，只要你肯点点头，你们师徒将来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了。我也有份呀。你想想，一个临时演员一夜之间成为天皇巨星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向着你，你的感受就像飞上天一样。我们还会为你组织国际厨艺会，出闪卡，出 VCD， 出写真集。我要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厨神，他代表我们天皇饮食集团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师徒会继续煮好东西给你们吃的。谢谢大家。小金啊，你干什么？不是师傅，有时候看一件事呢，要从多方面去看，这方面挺好看的。以前厨神金一山处事低调，没有好好利用厨神的名气来赚钱，我看你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吧。师傅，他说的对。我参加厨神大赛只是想证明自己的厨艺，我没有打算利用厨神的名气来赚钱啊。说的对，师傅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厨神了，何况你也没有第二条路了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说的对呀，师傅。你觉得身为厨神应该为饮食界负起什么样的使命呢？其实我呢就……我来代答吧，师傅。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厨神，非常应该把香港的饮食文化宣扬到世界各地，而且还要把我们的爱心透过食物传送给所有有需要的人，使他们感觉到香港东方之珠很漂亮，很美丽。师傅，对不对？大概差不多吧。回答得很好啊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参加这次的厨神比赛呢？其实我觉得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要赢别人先要赢自己。我不需要告诉别人乔伯高很厉害，我只想和大家说一件事实，我要得到手的一定会得到手。小金啊，你能不能让我自己来回答，到底你是我还是我是我，全都是你答。其实我这次参加这个厨神比赛完全是因为你。其实我这次参加这个厨神比赛呢，是因为我其实我煮东西是只是希望我的客人呢吃得开开心心而已。就这样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打算推了天皇饮食集团的顾问不做啊？静静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无所谓的，只要你开心就行了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你现在已经是厨神了，很多事情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的。好了，我也该回杂志社了，我走了。走了，我送你。拜拜。拜。师傅，你过来。师母的暗示，你应该完全明白的啊。暗示什么？哼，经验浅就是经验浅。女人是善变的动物，她说的话不能用常人的心态来分析，你应该反过来再反过来的听，这样可能就明白了。反过来再反过来？啊？你没听到师母刚才说我一句话？你现在已经是厨神了。只要你高兴，自己拿主意吧。听起来像没什么，不过那里藏着玄机，是不是真的？喂，凡是女人都爱慕虚荣，难道你要她实话实说？好吧，你去做吧，这样子跟你说呀，她的眼神出卖她了。做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厨神啊！哪有女人不爱慕虚荣啊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当了厨神，她才不会回到你身边的呆瓜。胡高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么辛苦在你身上下了重注，现在当了厨神，居然一点回报也拿不到啊！师傅，我不是吓你啊，对客人的要求你有很深的认识，但是对女人，我比你行。
丹丹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招待会，是向大家宣布，厨神乔伯高先生将会和我们天皇饮食集团签约，成为我们天皇饮食集团旗下100多家餐厅的顾问总厨。师傅，快点签吧，这些钱等着我们呢。师傅，那个蒙古大夫跑路了。我看到了。哎，师兄，你看，有问题。人家送哎，是 M 听力，这个人是九郎歌手还是新秀啊？师傅，你不认识他吗？他是天皇集团的胡天泽。不错，我就是胡天泽。喂，食之无味的感觉好不好受？是你串通了蒙古大夫害我。是是是我做的。不过你现在所受的痛苦还没我当年的十分之一啊。原来是你害我师父。你出来，我打得你没视觉，没听觉，没知觉，没味觉，什么觉都没有。小丁，不要吵，关掉他，关掉他。是。哎，先别关呢。当厨师没有味觉那就完了，你玩完了，死定了。人家是这么大的上市集团的主席，师傅你怎么可能跟他有恩怨呢？使出了这么狠毒的招数，依我看恐怕是和你有深仇大恨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你是不是害过人家的老爸老妈、叔伯兄弟或者诸如此类的物体啊？会不会是你欠了他的钱啊？会不会有什么感情纠纷没弄清楚呢？会不会是在某个比赛里你赢了人家，令到人家不高兴呢？会不会只是因为有人挑战不随，故意捣蛋呢？会不会是有人拜师不随，所以变成因爱成恨呢？会不会是你平常多嘴得罪了人家，自己不知道呢？会不会是因为你长得恶心，人家看了不顺眼呢？师傅啊，你说一句话嘛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嘛。是啊，现在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人家有才有势，很有可能下一个步骤就是请杀手来暗杀你师兄。是师傅，你不要表态嘛。我根本不认识胡天泽这个人，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害我？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这样吧，师傅，这样好了，对付这些人呢，一定要以暴易暴。那这样子，把他抓回来，到时候肉在砧板上，他不招也不行啊。何必这么麻烦啊？电视经常演的，对付男人，一招就行。哪一招啊？美人计。哎呀，这才麻烦了，到哪儿去找美人呢、啊？怎么搞的？这么大个美人站在这里，还要去找？你是美人？喂，老兄，我人家是有钱人呢、啊，品味不会这么另类吧？哼，你这种小鬼怎么会欣赏我这种成熟女人的魅力呢？我梁爽爽，出名的人见人爱、车见车载的法国首席华裔精灵大美人。你是大？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好不好？我已经想到一个有效又直接的方法。师父果然高明。什么方法？就是带着诚意，有点礼貌，买篮水果，买束鲜花，直接上门问个清楚。谢谢胡先生。胡先生，我让你弄了没有味觉的金山呢。你不错，我第一次来拜访你的公司，哎，小小意思，吃点水果润润喉，不成敬意啊。这束花是你的，花小姐。喂，金医生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啊，胡先生，其实你的本人真的比上镜要帅得多啊！哈、啊，金医生，你别耍鬼花样，你想怎么样？冷静一点，不要太冲动。是啊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看我笑眯眯的，就知道我没有恶意了，是不是？你还想搞鬼？别冲动。是啊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其实我来呢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弄个明白。
你们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想知道，你和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血海深仇、深仇大恨呢？哼，你和我的恩怨，就算你把命赔给我，也解决不了。这么严重？哼，我害了你全家 ？No。我欠你很多钱 ？No。我抢你女朋友？哼，不可能的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？不错，你是长得不好看，可是关键是十年前的那件事。十年前？嗯。哎，还记得吗？这把吉他，十年前你把它的弦弄断了。就因为这么小的事情，所以这么对我？我要你没有味觉，我要你输了厨神的头衔，要你失去美味园，就因为十年前弄断了我的吉他弦。真是这样，是你令他对音乐失去信心，令他改变了人生观，改变了宗教的信仰，改变了他的审美眼光。冷静冷静冷静。神经病，神经病。哎，师父，现在弄清楚了不是很好吗？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跟苏苏和肥姨他们解释清楚。你说的对，师兄，你以为跟他们解释清楚就解决了吗？他们现在没有了美味园，是你把他们害得这么惨的，你还好意思还有面目还有廉耻去见他们吗？说的对。不是啊，师父，不管这件事应该怪谁，现在肥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别人伸出援手，难道你就坐视不理吗？说的对。师兄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酸甜苦辣都分不出来了，怎么去帮别人？说的对。喂，师叔，你现在分明是搞破坏嘛。喂，你会不会分尊卑啊？这样子跟师兄说话的吗？哼，我们天生神出无敌门下，门规规定有道理则没阶级，没道理则没得你说。喂，我现在也是为师兄好，我把事情摊开了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也用不着什么事都反着来嘛。那我看你怎么看了，我没有反着来啊。喂，师父，你去哪里啊？神经病，神经病！哎，别起来，不要再起来，不要再起来，别起来！防晒油用花生油代替吧。哎，随便吧，反正是吓人，我管它是猪油、花生油、橄榄油还是牛油的，只要能吓人就是好油。嗯，你擦什么油啊？煎猪排呀。啊，苏苏，你看我这个造型能不能吓到人？你这个造型啊，简直就登不了大雅之堂啊，而且还要家长陪同才能收看的，你们两个搞什么样？哎呀，不会吧，我们要和美味园共存亡啊。说的对，明天有谁敢来说不，我看一个扫一个，我和美味园共存亡。嘿，美人照镜，嘿，灵蛇出洞，嘿，锁魂大拳，你停下来呀。哎嘿，这时候怎么能停啊？嘿，雪花盖顶，好厉害大熊，你会不会功字伏虎拳？功字伏虎拳是不是？行，走哈。油黄黄的，你有毛病啊你！阿肥姨啊，你小心碰到他身上的花生油啊！花生油？嗯，他说要力保美味园，明天谁敢来收获他就贬谁呀、啊！哎，现在这个时候打打杀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！难道就眼看着那些人来收铺啊？人家不肯跟我们续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！美味园是爸爸妈妈的心血，我也不想把它关掉的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躯壳虽死灵魂长存这句话？灵魂？美味园的躯壳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他的灵魂搬到另一个躯壳里嘛。哦，妈妈，你想搬美味园？猜对了。那
我有个朋友，他叫阿春，他开了一家大饭堂，可是现在他想顶给别人，我要去看看适不适合当我们美味园的新许可。耶耶！哎，你们随便参观啊。妈妈，这里好像旧了一点。嗯，是旧了一点。啊，这里的装修是比较残旧，可是生意还是不错的啊。就因为有生意，装修才会十年如一日，对不对？这家饭堂真的是有钱赚的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每到吃下午茶的时间，每一桌都坐满了。这家饭堂真的有钱赚的。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分明想骗我们母女两个。那这里租金便宜，开支少，设备齐全，客人又多，这家饭堂真的有钱赚。是不是真的？不过现在看起来，好像又比较顺眼了。你看我们大厨煮的那些勒色，跟你们美味园真的差远了。不过很奇怪，这里的客人都已经很满意，这家饭堂真的有钱赚的。现在看看，这里好像真的会有钱赚吗？这里中午啊有工厂的工人支持，晚上呢还有一家大小来捧场，平常有些熟客，假日有些生客，这家饭堂真的有钱赚的。这家饭堂100%有钱赚啊。那非一啊，我们是老乡，老实告诉你啊，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。再说我和这家饭堂真的有点感情，我顶给你我比较放心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等一下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干什么？春哥啊，什么？为什么你的客人，个个都像是武当派的？魔教的人胆敢捣乱武当？喂，春哥，怎么五大派全集中到这里来了？是啊。这里附近有个片场嘛，不光是一些临时演员，有时候很多大明星也来光顾的。哦，女儿。原来大明星也来这里吃东西啊！没想到这里客路很广。所以说呢，60万顶手费真的是太便宜你了。如果说出去，人家会以为我骗你。你怎么会骗我呢？就这么决定了，明天办手续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明天见了啊。嗯，好，好了，不送了，不送了啊！慢走，慢走啊，慢走。真是不错啊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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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慢走啊！喂啊喂，你怎么搞的，老兄？怎么了？我花100多块请你们来演戏的，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有点反应行不行啊？要反应吧，好，要反应了，要反应了，要反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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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才反应。女儿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在准备一份新的菜单，我要把美味园的精神带入美味大饭堂。好，有理想。我要把正宗的法国餐带给另一个阶层的客人。有志气。就算没有爸爸，没那个混蛋甜味鸡，我秦苏苏也可以煮出令客人回味无穷的食物。好，有本事。怎么了，女儿？就算有理想、有志气、有本事，也没有用啊！我没信心呢，妈妈。我写了一个晚上了，怎么样？我一个菜也写不出来啊！哎，女儿，女儿，别急，别急啊！那你听妈妈的话，把眼睛闭起来，想象一下。想象什么？你先把眼睛闭起来，把眼睛闭起来，把眼睛闭起来。一间很干净的厨房，所有的餐具银器都擦得闪闪生光，你穿着一件好像雪一样白的厨师制服，你要为客人煮一道香草汁羊仔扒。好一个高手，你把羊肉和酱料的味道完全搭配完美，好一碟香草汁羊仔扒。妈妈啊，我懂了，我可以做到的。当然了，你平常太依赖那个混蛋了，其实有很多事你自己能办得到的。不错，我要所有的人知道，我秦苏苏也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大厨。不错，我们做女人的要站起来，妈妈女儿也要站起来。耶耶。
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搬纸箱。你在我家楼下搬纸箱？田卫吉，你会这么笨吗？我为了见你，什么都肯办。秦苏苏啊，秦苏苏，你千万不可以心软，是他害你没有了爸爸，没有了美味园啊！骂他，臭骂他！你相信我吧，苏苏。你不用说了，田卫吉，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你了。苏苏，苏苏，苏苏，这些钱是美味园关门之后的你的51%的股份，本来我想叫小丁交给你的，现在不用了。你在这里，你自己拿走吧。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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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苏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天哪！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暂时还没有药物能帮你的朋友恢复味觉。主治各种奇难杂症，什么病都可以医。嘿，分明是神棍骗人嘛！神经病，谁会相信的？神医，神医，我没什么吧？啊，罗先生，你老实说吧，你平常蹲久了站起来会不会头晕呢？啊？会啊，会啊。那么如果变天的时候会不会打冷战呢？会啊，会啊。那么你吃完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困呢？会啊，会啊。百发百中，有本事。神医，神医，我全部都有，我是不是很严重啊？哎，你不用怕，有神医在此吗？那这包是独门特效药，拿回去呢，三碗水煎成一碗，记着只煮一次啊。那别忘了每天来复诊呢，喝个一年半载啊，就会完全好了。谢谢陈医。我也想谢谢你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去吧回去吧啊，要来复诊呢啊。哦，嘿嘿嘿。什么病啊？你真的什么都会治啊？当然了，可是我要找你治的病很怪的。哦，好，我拿个东西给你见证一下。哎，成龙？哦，是啊，成龙大哥每一次拍戏啊，有什么不舒服啊、受伤啊，一定会来找我看，一看就好。横都？哎，横都当年他日理万机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啊！他不来找我，怎么能够延年益寿？哼！戴安娜？是啊，你也知道戴安娜，她老是受传媒困扰，东跑西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经常替她治病的，厉害吧？但是她最近撞车去世了。奇难杂症我有办法，天灾横祸我可就保不了了，明白吗？神医，你真的好行啊！嘿嘿，过得去。我想买包让人恢复味觉的药。味觉？行，侯爷来呀！老伯伯问呐，真够肥呀，好肥呀，能整啊！平平淡淡日日亦都过，想法心思如每日差，即使疫情难散也罢。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，无谓日日夜夜感叹，几多哀伤暂时忘了吧。天天也有甜酸苦辣。